好了，永清啊，继续来看台南的三湘花园水稻博物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对外来开放。也不过，这个园区内底自然生态也是充满着生命力。这个一大片粉红的这个金花是安尼，点点开，点点水。三湘花园水稻博物馆的自然生态真丰富，即马园区内底粉红啊金花嘛拢开啊，粉红啊花海景色真美丽，为今年热天增加搁较侪丰富的色泽。那最近在我们园区开的最好的是工资生圆环这一圈的粉叶金花，它其实非常适合台南的天气，一年可以开两三次没有问题。其实两边的花开的色水无同，对这个现象，园区除了问专家，也搭在网络顶问大家答案。那有人说可能是日照啊，有人说是土壤的关系，也有人说是地下有浮流水，它可能它的流向不一样，造成这两侧颜色的差异。虽然现在因为防疫的关系，民众无机会来园区欣赏，不过也是使透过镜头，佮有工作人员的相片来看美景。嘛，希望会使伫疫情解封了后，会有佫较侪丰富的生态，会使予大家做伙来欣赏。